品高原质宝牦牛奶，畅享藏风美少年。本节目由高原质宝牦牛乳业独家冠名播出。传承千年的尊贵，天赐牦牛奶，高原质宝。品高原质宝牦牛奶，畅享藏风美少年。本节目由高原质宝牦牛乳业独家冠名播出。藏风美少年独家网络播出平台腾讯视频。无尽起青涩的藏族少年到舞台上的蜕变，40名选手为争取安利家乡的机会拼尽全力。从初舞台开始，我们仿佛跟随40名少年踏上了回家的旅程，一路上听见情歌故里康定的热情。感受巴塘弦子的律动，听少年讲述格萨尔王的传说，在藏戏山歌的余味中回想起红军长征走过草原时的号角。藏风美少年，舞台就是家乡。40位少年来自四川、西藏、青海、甘肃，他们带着高原的晴空万里，带着格桑花般的纯真笑容，带着坚韧的牦牛精神，在舞台上尽情绽放。火红七月，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少年们用歌声唱响新时代的少年精神。藏风美少年之少年之力，舞台公演下半场现在开始。这个就是藏风美少年舞台上我要看到你们的东西。不太喜欢你们的这首歌，比较莫名其妙，缺少了一些底气。民歌的一些元素用得非常好的，明天会更好。那没拿到这个歌之前，我就觉得我们真的应该我们自己先做一个版本。然后昨天晚上我就试着做了一个。拿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自己就试着先去弄一下，我也不知道节目组发过来是什么样的，因为我的团队里的队员我比较了解，我知道他们适合什么样的歌曲，该去怎么样去表现自己。我现在发现我有很多优势，可能是我会唱山歌。现在是这个版本，到时候还不一定要唱这个。一会儿节目组会发过来一个他们就是做好的一个版本，然后我们再进行比较，看我们适合唱哪个，好吧？我们队的每一个成员都有自己的绝活，知道吧？有唱山歌的，还有跳舞的。好，他们已经发过来了，你听一下。对对对，这是节目组，也就是黑的老师他们做的一个版本，你听一下啊。我个人觉得现在谭一哲老师这一版只把他的主歌和副歌在那之前加了一点点，就是现代音乐的一些，比如说电子乐的这种，我觉得那不是我们原版的一个初心吧。但是索扎他做的那个版本完全是把那个破开，旋律已经破开了。我觉得这样更有新鲜感，让人觉得啊，他还这首歌还能这样唱。我觉得还是我们第一个那个更具有那种
藏族风格的那种。之前呢，我们就没有尝试过说唱，那我们这一期我觉得可以试一下，对吧？说唱加说唱也可以，说唱这样的。再就是中间有，对，中间不是有间奏嘛？间奏做的不大气，那我们可以跳起来，很帅的。对，但是要不要去唱，还是你们说的算，对吧？所以说我希望是你们自己。我投他一票。那你呢？我也来了。那就全部通过。舞蹈部分咋弄啊？你是想好了吗？舞蹈部分都是在这里。我觉得你们有个特别致命的问题，就是你们那段动作不齐啊。你觉得你们想跳这段吗？我们这段好看吗？你们跳。我的建议就是，真的第一段你们这个舞蹈的时候跳一段藏舞，然后第二段的时候你们在这个位置跳这段动作就比较好玩一点。因为前面你刚才你那段开到这儿来跳。一会儿再回去练吧，练起来。不要赚什么钱啊，也不要这样去朝着天上啊。后面后车轮的时候啊，手怎么样？舞蹈上有一点点吃力，之前接触过的更多的就是藏舞啊、古装舞啊这样子，现代的元素的一些东西还是没有，力度上面也好，还是。那个四肢上面协调性也好，特别吃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担心也会担心，因为我们都不会跳舞，那一定要去加入一些舞蹈元素的话，那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打到落难，越不送你个简单的球，唱出你。
伸出你的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可以，改编的蛮好听的。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谢谢。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相信爱与和平，相信少年的勇气和力量，相信明天会更好的藏风美少年。谢谢。好，谢谢。相信一切的美好。我想问一下索扎队长，觉得今天整个队的发挥和表现如何呢？我觉得很不错。我听说啊，是我要确认一下，是不是索扎自己改的？哦，对对，老师。哦，太好了。索扎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音乐人，然后自己也写作品，然后也做编曲。我认为你今天的改编非常非常的大胆，无论是从这个曲序曲式的安排，还是从音色的运用，我觉得都非常的创新。你用这种很国际范儿的国际感，然后去完全诠释了我们的藏风美少年对明天更好的期待，所以特别感谢你的这个改编，也感谢你的队友和你共同的努力，抱着团儿。然后我知道你们都不是专业的会跳舞的，就甚至是到了这个台上才逼着自己去跳舞的啊。索扎也一样，对吧？以前对老师，我们都不会跳舞。那这次我觉得大家站到这个舞台上，我觉得可以挑战一下，不管是跳得好不好，就算是一次自己学习，反正在这个过程当中学到一些自己从来没有去挑战过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你说的太好了，谢谢。说的也太对了，这个就是藏风美少年舞台上我要看到你们的东西，我需要你们不断的去挑战自己，然后通过你们互相的交流、互相的学习，不断的去进步。我今天在这个第二次公演的舞台上，我完全看到了每个藏风美少年的蜕变，所以感谢你们的努力，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谢谢。娜姐，看这些孩子有进步吗？我记得上一期他们的表现真的非常惊艳，这里面他们好几位都是实力唱将哈。那今天整体呢，我觉得非常有变化的就是警察，哎呀，真的让我刮目相看，你的变化很大。但是整体我不太喜欢你们的这首歌的编配，我觉得太缺少层次感，而且有点浮华，基于有点表面了，所以我看起来就整体都比较给我没有新意，没有层次，所以很遗憾。好，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有对音乐的自己的见解，然后对自己自己的要求。其实我刚刚觉得就是还是在夸。索扎，还是你敢大胆的去尝试，无论是你这次的改编层次，包括其实这首歌已经跟这个明天会更好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了，但是呢，我很赞同这种大胆的尝试。我个人觉得刚刚的表演缺少了一些底气。音乐那个 drop 那部分其实完全可以跳民族的东西的，
我个人觉得那样的话你们可能会更自然，然后更自信，更能打动我们。我还是想表扬一下索扎，因为他的作品我很熟悉，他的每一次他的作品里面呢有很多那个民间民歌的一些元素用得非常好的。我记得哒哒哒哒哒哒，那个是格萨尔啊，格萨尔说唱的游戏也有。然后刚刚那个作品里面我听出好像是西藏那边的一个民歌九歌，对对对，肯定是我听出来。所以索扎我很喜欢啊，你的作品还有你的演唱整个。然后今天呢我们的其他同志一起把这个作品呢演绎的我还是非常觉得可以，非常成功。谭英哲老师对这个作品你怎么看啊？我是觉得挺难的，因为明天会更好旋律啊，如果用在电音里面的话它那个旋律太多了你知道吗，一般用在电音的 drop 这种部分或者是你去写这样的旋律只需要挑它一段经典大家耳熟能详的，但是它的旋律是没有一个就是不是一句形成的，它是一直要往上走走走走你才知道哦这首歌是这样的，你从中间任何一个地方去截取的话都不太对。所以我刚才觉得你改编这个跟龚琳娜老师说的有一点点，你只用了一次啊这个旋律，其实应该用两次别人才会觉得你这个是一个完整的作品。如果用这一次的话你前面又是藏语是不是？是，对，完了突然到这个地方来一下的话其实对很多就是听众来说的话可能就觉得比较莫名其妙。音乐就没有一个说它到底是什么样是好的或者是不好的，我觉得索扎你做了一个特别挑战的事情，就是把一个我们太熟悉的旋律然后完全的特别在主歌部分紧紧的保留了节奏，就是节奏就是这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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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旋律全部给它抹掉了，所以就会有不同的对它的改变的一些看法，我觉得非常非常正常。但是刚才整个的演下来我觉得特别的让我感觉非常的温馨轻松，虽然说看出来你们的舞步不是那么的自然，但是包括索扎刚才有几个的律动都已经跳反了，但是他依然带着笑容继续的马上调整好去完成，就说明了他在享受他去创作的这个过程，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藏风美少年非常棒的地方。在藏风美少年的舞台上我们确实看到了很多元的变化，比如说索扎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明天会更好我们非常熟悉的歌曲，也可以用一种电音的甚至有点迷幻的甚至也是金志文老师说的国际范儿的手法去打造。我觉得藏风美少年的美创新之美也是一种美，我们要为索扎和小伙伴们点赞好不好，谢谢。来吧老师们用你们的亮灯的方式来为他们助力，你们会点亮吗？三二一请选择，一二三四五，还有吗？七六七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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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吧？为什么唱那么好听？我没有给灯的原因就是，当我开始看表演到间奏你们跳舞那个部分，其实我真的就是整个人的情绪都抽出来了。挑战我们可以把动作跳得不太标准，但是我觉得起码要齐啊，这是一个挑战。那我们跳齐了，我们尝试了新的事物，那这种挑战就成功了。比如说像之前的两个队，他们也是第一次尝试跳舞，但是他们会只有一个动作到两个动作，这样呢去做我会更聪明一些。好，谢谢。我呢很少不亮灯啊，如果这次我没亮，主要我是因为锁扎，因为我对你期待非常大。如果你不在这个战队里面，我可能为了鼓励他们去亮灯，我是希望就是不要放松自己。
好的，接下来我们的藏风美少年助力团，你们会为他们亮灯吗？来，请决定。支持他们的话，就请亮灯。每一个少年站上舞台都不容易啊！索扎队加油！好，助力通道关闭。好的，我们藏风美少年的助力团给出的是79，所以索扎队最终助力值129。啊，其实这首歌曲是我自己改编，可能是我改编的可能有些不足之处吧，所以首先对大家深感抱歉，对。然后就是我觉得，主要是我觉得他们都很不错，然后就是他们也有很多就是自己的长处，自己的优点，但是我作为队长呢，那这期的节目当中没有把他们的优点发挥到那个极点，那是我真的是我的不对，那我在这边给大家道个歉，对不起。索扎，聊两句，我觉得没有必要道歉。你做得很好，因为你是队长，你做了队长该做的事情。我希望后面你还，无论你队解不解散，你具有这个能力，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你继续的去担当好吗？如果你可以担当，如果你可以做的话，继续的把很多的重任挑在自己的肩上，不要怕失败，也不要怕挫折，更不要觉得今天分数低是你的错，任何人都没有错，你是最棒的好吗？谢谢。谢谢金志文老师的鼓励。在我们这个团队，然后就是一直以来他们都真的是很棒，那如果是要解散，就算是解散了，我们的这个情谊还是在，对，感情还在，对，毕竟我们曾经并肩战斗过。我们刚上台之前我们在一起说过一段话，我们说的就是我们把自己所有的想法通过舞台表达出来，至于结果不重要，我们已经做到了这个，我们在舞台上我们想把想表达的都表达出来了，我们在舞台上很开心很舒服，我们觉得这点做到了已经 OK 了。其实我们虽然跳的其实并不好啊，但是每天我看到每个人的汗水都已经滴到下巴上了，就是觉得大家都已经尽力了，对吗？我们真的尽力。如果我们解散，我一定会再次选索扎。我一定会再次只要有机会选择还是会选他，对吗？对，你们是一起并肩战斗的战友。其实我们每次上台之前我会跟他们说一句话，你们上台的时候一定要相信自己，不管是结果如何，你们既然站在这个舞台上，你就是了不起，你就是王者。那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这个舞蹈也好，歌曲也好，我觉得我们更应该去挑战，对吧？因为藏族舞蹈是我们已经渗在骨子里面的，我们每个人都会，
那我们站在这个舞台上就是要去挑战我们不会的，是吧？所以我觉得我作为一个队长带他们站在这个舞台上，不是去反唱一个就是大家都特别熟悉的一个歌曲，而是要我们要去挑战一个新的一个东西，然后舞蹈也是，而不是我们要跳我们本身就骨子里的一个东西，而是要去挑战一些新的。主要是我想就是借助这个舞台有一个突破。他难过，我觉得是可能我们真的是对这次的公演付出了太多，所以特别难受，而不是因为给了分数太低然后心里难受或者是什么。蛙甲老师你好，我是永宁然杰。今天您对我们这首歌当然有您的一个见解，我深知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今天对于这样的结果，因为我们付出了真的很多很多，别的人在休息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是满头大汗的去进行排练，因为我们深知自己在舞蹈上面的动作我们是消化不了，毕竟我们想的就是去挑战。我能够深知您对我们的见解，但是也请您能够谅解我们在这首歌当中的付出和努力。其实他们也不说是那么差，因为索扎在这个队里面，所以我对他们的要求会更高一些。因为索扎我觉得他也是有本事的人，非常喜欢他的音乐，但是今天晚上的音乐呢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出彩，然后很平的感觉。万万没有想到就是导师的评分会那么低，对我的期待是好的，但是我觉得你们可以期待我，但是不能把期望就寄托到我们一个团队身上，这个是很难的。下一次再接再厉，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们也会反省，不能再分数那么低了。多扎呢他擅长唱不擅长跳，跳的时候就看得出来那些动作就是刚刚学的那个感觉，所以这个有点遗憾。索扎在我的心中是一个非常有担当的这样的队长，索扎不要气馁，他继续的去发挥自己的光和热，在这个舞台上多去绽放，更多的去帮助到这些舞台上同台的小兄弟们。音乐其实是没有好与不好，只有大家接受与不接受，但是我很佩服他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因为把这么经典的一首歌曲直接推翻来做原创的话，我觉得其实是非常有勇气的。下面有请共科甲队。没有你哪有新中国，没有我哪有万家灯火。来来一口高原之宝，压得全跑掉啊。队员们分配了一下事儿。这个工作是你在负责吗？这不是我的负责。那为什么今天你一个人在那队啊？他可能有事儿的话，就自己先帮他弄一个嘛，先帮他就弄出来嘛，分刺儿呀这些我就放了嘛，很简单嘛。因为，我不是很懂汉文，所以我就让他安排。没有你哪有新中国？没有我哪？每个部分我在嘲笑他，就是我跟他的歌唱法有点像，就是我们要唱的是流行歌曲，跟是汉语版的，对吧？我们俩的唱法差不多一模一样，他唱的时候我就忍不住的笑。就做些什么具体的支撑啊，可以啊，就
但是我们要去那种唱的时候，就是有可以弹唱的那种唱，啊，就那种嘛，继续努力。音准这方面还差得很多。小太阳的话，特长就是，也不是唱歌嘛，所以他的音准啊，我们就可能每次都在练，排练的时候一定要纠正，一定要纠正。我觉得啊，我们这首歌就是有点需要练的。我们这个歌是一直是平的，没有什么起伏，但是我们一直排练的时候也提过，希望有点怎么说亮点或者是重点。我就觉得还是这个，比如说这个。加什么讲述的一些故事呀，然后朗诵呀，或者加点这样的，这样可以吗？就加点这个。行吧，就是说讲故事那种，就是去说一下，比如说我们这个歌词想。不啊，可以来试一下。可以试一下，可以试一下。那我先找一段词试一下，看一下行不行。一百年前。可以就这种感觉，就一百年前，我对方升起。啊，七十年前。这文明日终于来到了雪域，领导藏家儿女追寻光明。今天我们站在这个舞台上，那么什么就是 OK， 可以出来了。这次我们汉语歌里面加的那个藏语歌曲，这个节目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是加分的呀。一百年前，一轮新太阳在东方升起。七十年前，这轮明日终于来到了雪域，领导藏家儿女走向光明。今天，我们站在这个舞台上，再次唱起这首歌，让全世界听到新时代少年的声音。哈哈，小太阳，OK。
品高原之宝牦牛奶，畅享藏风美少年。本节目由高原之宝牦牛乳业独家冠名播出。传承千年的尊贵，天赐牦牛奶，高原之宝。品高原之宝牦牛奶，畅享藏风美少年。本节目由高原之宝牦牛乳业独家冠名播出。谢谢你们。共科甲队长，这个心机很重啊！别人的外援大不了就是一个舞蹈演员，两个合唱，你这一群就请了这么多学生来，真的是这样。对今天的表现满意吗？满意。来，其他的队员，我们一起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红船上的点点星火，我们不忘民族的至暗时刻，我们是在新征程路上的藏风美少年，谢谢大家，谢谢，谢谢。确实，这一首歌唱起了我们内心当中的一种无限的激情啊。那接下来，老师们，你们怎么看待这段表演？整体表演给我是这样的感觉啊，感觉是在新中国的藏风美少年们走在了新征程的路上，然后他们身穿中国红，让我感觉到热血沸腾，尤其是合唱团的加入，我觉得更是唱出了新征程路上的青春力量，谢谢你们。谢谢老师。来，大姐，我觉得这个节目特别养眼，很好看，由这个布瓦开头朗诵就好酷哦。接着呢，他们的合唱团一出现，合唱团的这个表现力也很强，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的完整性不错，谢谢你们。好，谢谢。来，普巴奖。我跟金志文还有贡老师有同感啊，就是首先这个歌非常打动人，第二个我有一个特别的感受，就是确实从他们身上我看到第三期嘛，确实蜕变，让我非常高兴，因为他们都是我的同胞，然后今天有一个完全跟以往不一样的一个形象在这个舞台上亮相，我觉得是特别好。然后尼玛琼琼，我觉得今天他的这个装扮也非常非常的可爱啊，然后觉得以后你要多自信一点，好不好？好，嗯，谢谢，不客气，谢谢。哎，阿佳老师啊，这一身装扮是您来给他们定的吗？不是，我把布娃好好的打扮了一下，但是我想抓其他人的时候抓不住了，他们都已经不见了。其实我觉得这一从他们刚开始到现在，就像普巴甲说的，他们的蜕变，他们的进步，还有他们的空间很大，所以呢每一次在舞台上的亮相，他们都是，而且他们在下面我能感觉到他们，尤其是我接触他们比较多，每一次我要看他们的造型呀、服装呀什么的，我觉得他们的下面的进步特别大。其实下面的进步就会体现在你们的舞台上，不管是从他们的团结度也好，对人对事的感觉也好，因为一个团体在长时间的一个应该是合作协调的开始，慢慢会锻炼你这个人的各方面的能力，这就是你们在我刚才说的不要在这个舞台上白走，每一步算一步。好，谢谢。伊西多吉老师，就是让我感觉非常震撼啊，张学沙巴那就刚见给不要用的沙巴南极论的连用的让三人我们三个天天哈来吧也不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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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瓦刚才的这个朗诵开场非常的帅啊，以前有过这样的尝试吗？没有，就是第一次。第一次啊？对。哇，第一次就很棒啊，大家说对不对？我给大家想为大家介绍我们的队长啊，贡科甲，平时呢他真的话不太多，也比较羞涩，是因为呢可能他这普通话也不是那么太流利太顺畅，所以呢就给人显得话比较少。那贡科甲队长平时在带队的时候，在交流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困难？其实有很大的困难。第一，我的普通话不是很标准。第二就是不会交流。
其实队长他真的其实很厉害的，就是他因为那个普通话汉语不是很好，但我们这首歌其实汉语部分很多，他然后自己一个人会酒店练得特别勤奋。每次就是我们排练的时候，他一些音准方面的一些就是他弹唱弹得特别好，然后就他音准就是我们加了刚刚加了那个欢聚那个往啊凑拉面的拉总加了那个之后，然后他那个方面的纠正呀，然后就是那个登巴扎西的话他的音准有点就是稍微不太好，然后他也就那个上面纠正，其实很好的私底下。对，这是一种特别团结的力量啊。对对对对对。哎，这个队伍谁是新加入的队员？小太阳，对不对？小太阳，尼玛加入了贡科甲的团队，有了新的少年，新的兄弟，你有什么样的感受？还有了新的发型。对，有什么样的感受啊？我很开心加入这个队伍，也是四十个少年很好的。其实大家啊，可以感受得到他们内心的对于队员之间的这种感觉，也许就是一个好字，就说明了一切。真的凝聚起来就是一种团队的力量，就能够诞生团队的希望。好，那我们准备问一下达瓦卓玛老师好吗？对这个队伍的表现你有什么建议给到他们？首先我觉得作为我也是一个藏族嘛，所以我觉得他们不仅唱出了他们个人的心声，也唱出了我们所有藏族人的心声，为我们建党100周年献礼，是我们这样年轻态的我们时尚的我们的新藏族青年，用我们的歌声和我们的表演来为祖国献礼，唱出的是我们藏族的新生活，也是唱出了我们藏族的文化自信。所以在这里呢，我也非常感谢你们为我们藏族发声。谢谢谢谢谢谢马老师。丁老师，咱们再聊聊几句吧。那个我觉得刚刚他们的表演应该去感谢一下那个合唱团，因为那合唱团的声音一出来就和我在我的心里就产生了连接，就是很感动，是打动我的，所以你们很幸运，也要感谢合唱团。谢谢。好，谢谢谢谢。好，也感谢各位老师。其实在大家助力之前呢，我想说这些少年们呢，他们的内心啊，就像是他们的这一袭红装一样，就是我们新时代的藏风美少年的形象。今年对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来讲都是非常特别的，这是我们十四五的开局之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们全国各族人民都团结在一起，过上了新生活，迈上了新征程。我们也仅以此歌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那接下来就请老师们用你们亮灯的方式为他们助力。3 2 1，1 2 3 4 5 6 7 8，8盏灯还有吗？8盏灯。好，祝贺8盏灯助力值80。好的，接下来我要问一下我们藏风美少年的助力团，你们的决定是怎样的呢？请决定。支持他们的话，就请用亮灯的方式为他们助力。最后5秒钟，最后4秒钟，3 2 1。好，谢谢，助力通道关闭。接下来各位，让我们一起来期待贡科甲战队他们的助力值。先来看一看我们藏风少年助力值给出的是70，所以最终他们的助力值总和为150，还需要加油啊。是的，有请你们回到后场区，我们也期待下一组的表现好吗？谢谢谢谢。可能是实力不足了，以后要继续努力进步。我觉得贡科甲吧，因为他其实是汉语方面挺困难的一个人，这次是他第一次完整的唱一首汉语歌，他最后表现的其实还是特别好。家的这个民族这个欢聚这首歌是我提出来的，融在一起还是我个人觉得还是挺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四川卫视与康巴卫视为您联合带来的藏风美少年，我们本轮的少年之力的竞演
精彩继续。接下来即将为您请出的是沙棘道州战队。是的，他们要为我们带来的曲目是北京的金山上。下面有请沙棘道州队。首先欢迎一下我们这次的新朋友啊，新朋友一起动。主任你好，各位。你好。现在我们来动动动，大家都好。现在排练上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咱们的这个舞蹈动作真的不是很整齐，对吧？就如果能唱歌擅长的，就多唱一点。能跳的多跳一点，咱们就大概的规划一下，就怎么样？舞蹈肯定是要的，因为我们，对吧？几个都比较还能跳，对，还能跳。对你不是你，他嗓音很好，就特别有那种质感，就让你多唱，让多唱点，你就多唱唱，我们就给你多办了。你像吴彦祖，其实当嗓子不行。我觉得这个新成员一稀落步嘛。他是我们的新成员，他表现很好，然后就是舞蹈那块吧稍微差一点，因为他没学过嘛，可以理解。但是他唱歌很好，所以就希望让他多唱，然后我们多去跳，这样的话就是取长补短吧。就是他是跳舞的话不怎么行，但是声音还是特别好听，所以说我觉得这方面我们队长做的这个决定啊，我觉得特别对，特别感谢队长呢。我觉得他就是虽然我是新来的，但他给了一个就是扬长，也不算是我的长处吧，只能说把我最短的避开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首先在穿着打扮上应该更新潮一点，比如说现在藏潮都搞得特别好，对，我们可以穿藏潮。再一点的话，我们可以舞蹈的话，因为上次我们是比较传统的那种，现在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加入一些新潮的东西，比如说街舞之类的。蛮的懂人才嘛，你是的，人才真的谢谢你。俱乐部融入的挺好的，大家都挺喜欢他的。我觉得这个团队相对于我上团队说要稳重的多，但是气氛也特别好，就是另外一种氛围，但同样的让人就是很容易融进去，也特别快乐。好了，我们就直接接还在他唱的时候，就是我们就跳街舞，一段是街舞，一段是藏舞。哦，这个意思。先是藏舞，对，先是藏舞，先是藏舞，后面是街舞，对，学了一下。歌舞的话，就是有些成员还是没接触过嘛，所以他还是比如说节奏啊，然后舞蹈的一些就是队形的比较难搞，但是还好我们一直在练。这次的排练我们加入了新的元素，就是传统舞蹈里面还加了一些潮流的，比如说街舞那种。因为我在一个团体里面可能还要顾及大家的想法，所以说他们努力，我得更努力。最大难题就是跳那个街舞，以前没接触过街舞，全跳的是民族舞啊啥的。街舞那个全是小白。走往那边，对，四五七，回来，打鼓的走了啊。先转圈，一二三四，哒哒哒一。他这个不要了，他上最后一句的时候，我们俩就得退，你得上去，知道吧？
北京的金山城那一句出来，我觉得是很出人意料的，因为那个前奏没啥听得出来是北京金山城，一定是要这个效果。好，这个没，走快点嘛。北京的金山城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几个的代表。他们在台上表现出来是很男性化的表现，哇，动作都很快的嘛。你就觉得他你也一样打开，你哪怕你如果觉得你很难去做设计动作，你简单点，你就是站着不二吃，有力量的感觉。你哪怕就是给自己打节拍，都可以。它本身是一首老歌嘛，然后两首歌接到一起。就他改编的特别那个，就特别动感，你现场可能会非常的嗨吧。可以说是自己担心的，小王子的那个节奏老是跑调，也不说高吧，三四米应该是可以的。看了其他几个队的表演，我觉得我们应该分数应该在三米三四左右。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坚川博物馆，看到这些红色的历史，我感到非常震撼。我的家乡是卢霍县，也是红军长征走过的地方。我们这次的公演曲目是《北京的金山上》，这首歌在我们家乡很多人都会唱。这首歌充满阳光，也表达了我们藏族人对共产党的感谢和热爱。这是伊西多布的家乡。丹巴山吗？今天我们能在舞台上唱起这首歌，我们觉得非常幸运，也很期待。红军长征到过甘南吗？到过。我们那边不是开仓放粮了吗？从若尔盖进入了这个甘肃地区了，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叠布县，打打沟。那若尔盖和那个叠布县是不是交界吗？甘肃甘南的吗？这个是我们县腊子沟，很著名的一个战役，这个打。在长征纪念馆看到家乡的名字，这让我感到很骄傲，很自豪。从小就听大人讲这个红军在腊子沟英勇奋战的故事。在藏语中译为险绝的山道峡。在我们县上，他们爬了这样的悬崖，腊子沟。重温了一段红色历史，看到了党的伟大征程。我们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进，让我们用歌声唱出新一代藏族青年对党的热爱。
温暖，多么慈祥，把我们共同的心儿照亮。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进步的大道上。帅不帅？又高又帅，太棒了，太棒了！来吧，让我们沙棘道州队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们是自带少年光芒，跋山涉水，拥抱珠峰，在世界屋脊等你们的藏风美少年。哇，我感觉到有一种感觉袭来。珠穆朗玛峰是吗？两个字，嗯，一种叫团魂的东西，哦，有没有？有吗？哇，真的有感觉啊！真的，而且今天这个，我觉得沙棘道州队长这个变化也很大啊，是能够感受到这个他们的整个的舞台的表演很丰富，然后他们的服装也很好看，就阵容很豪华。而且这个队长的鞋子跟自己队员的另外一个都是一样的，挂着一个小铃铛啊。每一个细节感觉倒是用心了的啊。来吧，队长先说一说对今天的表现您满意吗？很满意。对，龚老师啊，龚老师，我们上次公演你没给我们投票，你说我们少年感不足，你看这次少年感足吗？对我来说好像不太像少年，比较成熟。少年感这个直接是我们的伤疤。沙棘哥还有泽湾人质，我们三个吧，看得不像少年啊，应该是在住在我身上吧，主要是我这个胡子的原因。都挺年轻的，只是他们就比较显老而已。龚老师啊，龚老师，我们上次公演你没给我们投票，你说我们少年感不足，你看这次少年感足吗？哇，太帅了。我跟你说啊，我看你们我就不再看他俩了。真的，你们今天非常好，很帅，而且舞台上那种少年的精气神，嗯，很全面的表现出来，我爱你们。阿 Q 那个，那请阿 Q 那个，谢谢，接受到了龚老师的爱啊。其实我们外表看起来比较这个硬朗一点啊，但这个我个人觉得美少年这个美字就是歌舞美、家乡美，还有民族文化之美。然后我觉得我们做到了，不光是我们，我们所有的其他七组的这个兄弟们啊都做到了，这也是我们来这的原因。谢谢大家支持。谢谢，谢谢队长。说得好好，队长的口才也很好，说得好好啊。是，来，队员们都发表发表。大胡子哥哥，今天台上特别紧张，比上次比起来的话今天好一点，感觉跳起来演起来也很自信，对不对？对，胆子也比较大了。胆子也大了。哎，我想问一下，一稀萝卜是刚刚加入这个战队嘛？ 对吧？加入这个战队什么样的感觉？我上个队比较年轻嘛，到这个队我就感觉特别的。什么什么？重新说，刚才那边才问了老师有没有少年感，然后你就说上个队年轻，这个队。我们上个队就是都长得比较小，然后到这个队就给我一种另外的感觉，是那种我们藏族男孩的那种硬朗的感觉。所以你更喜欢哪一种感觉呢？这个很难抉择，但是因为我现在站在台上，我和他们并肩作战，我觉得我现在选择他们。说得好，太棒了，萝卜。这个你加入新的战队啊，其实这几位哥哥对你好不好？你觉得？我觉得对我特别好。队长他看着就特别成熟。稳重，顾大局，而且想得特别那种周到，智商高，情商也高。然后那大胡子的话，表面上你看着他好像像个那种大汉一样，其实他，我觉得他才是我们队里最像小孩子。他的内心和他的外表反差特别大。农部的话，就我感觉他是个特别老好人那种，就特别会照顾人。王二丹的话，他就应该那里面年纪和我最相仿的一个，然后我觉得他的话。就特别活泼开朗，笑容特别有感染力，特别棒。大哥很有大哥的样子啊。大哥也说两句吧，是不是上一次没有如愿进入到 A 区，
内心当中还是憋着一股劲儿的，必须有，是不是？对，有，希望这次能搬回来吧，就看各位的，就看各位的啊。对对对，大家先做做准备，我们请老师们发表发表意见。我对他们刚刚的表演，包括我们这一组的藏风美少年们，八个字，非常简单啊，就是女生疯掉，男生骄傲。谢谢你们，哇，谢谢谢谢。好，这是非常高的评价啊，就是刚才那个荷尔蒙爆棚，特别是那个大猴子出来，然后有一种走秀的感觉，然后告诉我们藏族男人的那种力量，然后他走在地上的时候，他的那个鞋上面的那个铃铛还在响，我就觉得那种霸气。然后这首歌也是非常编配的，非常精致吧，然后适合他们，我觉得也是适合他们的嗓音，没有什么特别华丽的转音，但是我觉得唱得很质朴，而且到最后的时候他们那段藏族的舞蹈也是跳得非常的慢，所以我整个这个节目看起来就是充满着雄心的荷尔蒙，很养眼。卓玛，站在藏族女孩的观点，这样的男生是不是就是心目当中的真的汉子？他们这组的表演啊，我跟拉姆姐我们两个完全是就是迷妹，在下面就是跟他们一起互嗨。那个人真，虽然你的动作有时候会有一些不协调，但就因为这组的颜值，您的不协调我们完全没有关注到，只关注到你的颜值、你的帅和所有我们几位帅哥们给我们带来的视觉的冲击。所以一听到这个名字“藏风美少年”来到现场，是想看歌手唱歌吗？是想看舞者跳舞吗？我想不是，他们想感受到的真正的一个东西就是藏风。藏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股风？它就像你们说的，来自世界屋脊的这股风，直冲眼球的这股风，直接让人就无语了，就看到你们的颜值就无话可说的这股风，所以你们做到了。哇，谢谢，说得好。阿佳有补充吗？他们几个在前一次的表现，其实我知道他们会在后面呈现一个这样的感觉，已经在我的意料当中。因为还最主要的是我想说一下一期萝卜在这一场非常的出彩，因为我从开始我就一直在观察他，他是一直是处于游离状态，找不到自己的感觉，一直今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出彩。而且也感谢我们的沙棘道珠，我一直说他是从模特儿开始，然后一直做演员做歌手，一直在坚持，我知道他的经历，所以他这一次在带领这些我们的小弟弟们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有感觉。而且我觉得你们把这个服装也穿得很好，谢谢。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各位老师们就请用你们的实际行动来为他们助力吧。3、2、1，请亮灯。1、2、3、4、5、6、7、8、9，十盏灯。李老师，十盏灯为你们点赞。好，目前的话我们的导师团给出的助力值是100，现在我要问一下我们现场藏风美少年的助力团，你们会亮起多少盏灯呢？请决定。哎呦，谢谢。好，我们的助力通道关闭。目前来看呢，我们的助力值呢一定是不低的，但是今天我们的沙棘道州队长能否如愿冲进 A 区，我们此时此刻埋个悬念，不宣布最终的助力值，让我们拭目以待。对自己的表现不是特别满意，还好，就是因为中间有个技巧，我因为服装的原因没能翻，觉得没有发挥到极致吧。因为这次我觉得我自己的那个单姿就是胆越来越淡了啊，这次我在这么大一个舞台上唱歌，而我觉得我还是挺厉害的，真的。
对我整个的有很大突破，在舞台的经验方面又多了一点点。对我今天自己的公演还算比较满意，因为比我上一次公演我觉得还是算比较有进步。会唱歌的都有，会跳舞的也都有，反正就是几个全融合在一起，我感觉这台演出是挺完美的，我不会觉得我们那个组会解散。下面有请彩蛋多杰队，五六七，走。大学生们加油，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来，首先欢迎杨定康，给你喝个高粱茶。然后我们这个组你也要一个什么，来给你。然后我们这个组是上次你也看到，就是分数不是特别理想，我这句话都说轻了，也不是说不理想，是非常的差，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应该真的应该反省一下。队长还好吧，就是他本来是一个舞蹈老师，然后可能就有点严厉，让我找回了以前上初中时候的那种感觉。从来都没接触过舞蹈，然后唱歌这是什么，然后觉得自己肯定是这个选手里面最差的一个，这个没什么比的。接下来五人变成一组，那就说明有些队会变得更强。我觉得我们队变得更弱，变得更弱，不是更弱，就没有，就已经很弱了。我只是不想太特别打击你们，所以说这次咱们选的歌还是很好的，是少年。所以说在这首歌上呢，咱们要是还没有好的成绩的话，那就不是歌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有些队员虽然慢慢能进入那个状态，但是还是整个所有人的这个节奏太慢了，就是我们现在队和队的那个水平线拉的差距太大了，不是一点点。我这个队长就算是再怎么厉害，我也很难带起来，这是心里话。毕竟也是一个新团体，刚刚来的时候有点点融不进去。毕竟你当了这个队长，然后带着这些队员硬着头皮也得走到最后。我希望这次咱们拿到这歌里会有个非常好的开始和非常好的结尾，大家认真一点，不要吊儿郎当的。我觉得很多组特别强，尤其是 rapper 组的，你也看到了，很强，对吧？像他们，我觉得真的，而且每个人都会做音乐，我相信你也会这些所有的部分。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队里边只有一个 rapper， 就是你。今天看了一组，那组就是全 rapper 那组，那组比较强。看完他们彩排完，我其实没什么预期了，我感觉可能会被解散这一次。假如说他们随便来 freestyle， 你可以吗？拿这个高原之宝来，拿个 freestyle， 干嘛？你得把高原之宝加进去，然后纯牛奶、西藏牦牛能不能加？你自己看。少年这个舞台下一场怎么表现？我们一起去思考。想变得聪明了，不如一起喝点高原之宝。没了，不，你就不压点韵了啥的？压了呀，思考之宝。我也不是以 rap 为主，就是唱也想去那个。然后对音乐方面都比较感兴趣吧，想突破的话，想突破高音跟唱歌的情感感情，高音比之前好多，但现在唱歌就是完全没感情，就跟唱歌机器一样，一点感情都没有。我想突破这个，我想让自己唱歌有感情，对，能打动别人。第一个动作，其实它是比较慢的这种动作，也没有什么任何的难度。第一个动作哈。一个大开大合的感觉，五六七八，右脚伸出去，五六七走，一二三四，对，到这儿，你看这时候中心完全基本上在这个腿上，是在中间，但是中间基本上靠到这边，一二三四，靠到这儿，一二三四，对，完了以后就往外出了。干嘛四德和那个谁，你俩坐下来，准备，杨定康，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来，再来，准备，五六七走，
一二三四五六七，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对，不要你点的太就是对太略过了，再来一次，准备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哎呀，我感觉似乎在这梦里边见过这个人。压力大，还好啊，我们队也就我一个烂，压力不大。一个队就什么？就我一个最烂。怎么会觉得自己烂呢？就是学的都很慢，就不会。我看下午一直在很认真练的，这跟认真没关系。上一场的时候，那个舞跳起来难不难？还好吧。还好。嗯。这一球比上一球更难。也不是难吧，但就是你看其实都会我不会，但是你想想你上一场你最后在舞台上呈现的，我觉得效果还挺好的。还行吧，一般吧。哎，那我唱你那个我还特别烂，每个人你别拿自己的短处去比啊。伽马斯的前一段时间情绪不太好，因为他可能没有参加过排练，参加过这个比赛，没有经历过这些东西，所以对他的压力一来，他很自然很本分的那个情绪就出来了，但是我很能理解。刚开始我没有去责怪他，然后还是去迎合他的那个感觉，但是这两天已经好很多了。他已经，我很少能看见他有情绪，但有时候能瞬间我能看见他内心不高兴，但是他立马会收拾一下，会把状态会调整回来。品高原之宝牦牛奶，畅享藏风美少年。本节目由高原之宝牦牛乳业独家冠名播出。怎么了？你该加太久了，有点像阿玛和超越。喝高原之宝，有家的味道。啊，我早就想尝一下。啊，真是家的味道。
因为我会好看，你们就是帅帅的，就是擦就走就行了。哎，我觉得这种自然一点。好吧，要不要试一下？试一下吧，挪一下，因为我们想站在上面。对对呀、啊。
谢谢才旦多杰队，谢谢你们，谢谢。哇，这个校服一穿，少年感自来。来，同学们集合了，集合了。来。哇，这个一股青春的朝气袭来，给我们带来了藏语版的少年，真的很有感觉。来吧，少年们，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们是从未忘记纯真的那个少年，永远追逐着梦想，勇敢地把舞台当作试炼的藏风美少年。哎，队长，我想问一下，你觉得今天队员们表现的都如何呀？一句话说不完。都很棒啊。对。表现的好不好？几位少年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少年》是真的很好听，但我知道伽马斯德练舞的时候很认真，很认真，而且对自己很较真，很较真，是不是？之前跳过舞吗？没跳过，没跳过，第一次。对，在家里放牛，第一次来这里，然后就跳舞、唱歌不怎么会，然后就努力。那你练习这一周，觉得跳舞练舞辛不辛苦？很辛苦。但是你的笑容好灿烂，一点也没有觉得辛苦。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就是藏风版的汤姆克鲁斯。真的？有没有？你们来看，给一个特写。有没有？我真的很像。今天这个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你在排练房那么辛苦，来说说你的感受。满意。满意啊。我相信他已经是尽了自己的全力了。因为从来没跳过舞嘛，已经很不错了。好，老师们，山上的老师们，给我们少年给点意见吧。作为纯真少女的龚琳娜，想跟你们说，我好喜欢你们这些少年哦。我尤其是粉高以磊的舒畅。哇，谢谢。就是人气这种事儿啊，真的是你不用唱什么，就是下边就是尖叫啊。对，就像刚才卓玛说的，我都忘了你在跳什么，也忘了你在唱什么，但是就只记住了你的脸。哎呦，没有，都是校友，都是校友。青春、活力、帅气啊，整个的压轴出场，然后扣题扣的完美，然后少年之气浓郁，让我感受到了。你们真的又再次把我带回了青春。不愧是男老师，真老气。哎，确实有点老气，但是谢谢你们，我又感受到了青春之气，青春的气息你带给我们了，谢谢。谢谢老师。哎，志文，金主任，你心目当中少年之力是什么？少年之力啊，其实我觉得就像他刚刚的那个微笑啊，就是咱们的伽马斯德的微笑，那个就是少年之力啊。他的一个微笑就不用冲击波啊，就是一个微笑，就高一磊的一个飞眼儿、这个、没错，就他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一个青春的绝活啊，然后那个这个龚老师就被倾倒了。对，就这样，很简单。你说的叫我少女、啊、少女，对，龚少女就被倾倒了。突然觉得自己好老啊，就是觉得年轻真好，然后做一个少年真好，然后做一个美少年更好，做一个藏风美少年是好上加好，羡慕你们，真的。谢谢老师，加油，你们都有自己的能力，未来还有很多的空间去闯，加油。好，不颁奖。这词儿被他们全说完了。其实我跟志文一样，就是感觉非常的舒服。然后还有一个，就跟小亮老师有同感，就觉得突然觉得自己好老啊，真的有这种感觉。但是整体感觉我觉得是特别好，所以祝贺啊。好，谢谢。来，谭一哲老师，觉得我就不用太多说了吧，因为大家都在表扬我啊，因为都是我改的。你们表现的真的太好了。对，因为我觉得你们跟这个改编完美，你们就是藏风少年，美少年。谢谢丁爽老师。我就是想感谢你们刚刚为我们带来的这个表演，让我觉得很轻松，然后像一阵清风吹来。
然后我还想特别说一下那个高一磊，看得出来他平时是有经过练习和热爱的，就他的身体里面就有那个范儿，就我觉得很棒。嗯，好，谢谢，又吸粉丝一枚。这个舞蹈，哎呀，这个编排的呀，非常的让人很轻松很愉快。刚刚这个第一个出来的那个小伙子，哎呀，他的动作一看虽然不大，但是一点一滴让人感觉很舒服，他很专业。然后我觉得有些藏族的舞蹈啊，就应该这样时尚一点，确实有时候让更多的人能接受。哎，特别是咱们的少年年轻人啊，为你们点赞，感谢你们，谢谢、啊、谢谢一吉老师啊，谢谢前辈。来吧，卓玛。那个这个节目一开始啊，我就感觉眼前出现了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就是蓝天白云草地鲜花，然后远处走来了五位青葱少年，那种纯纯的那种感觉特别好。特别是你看现在我们还在不断的鼓掌的我们翁修，他从结束他的表演到现在一手一直在鼓掌，一直在鼓掌，所以他外表是非常酷，但是他内心的那种纯真。还有我们旁边的这个思德是吗，他也是那种那个甜甜的纯纯的笑，就是我们草原上我们藏族男孩的一个特点，非常明显的特点。所以如果说之前那个北京的金山上那一对，他们是来自于世界屋脊的风的话，他们就是这一组，就是来自我们草原上那种青草香的这一股风。所以我觉得两组都做到了我们藏风的这种特点，所以我觉得特别棒。谢谢。其实老师们的这个点评啊，主要是来自于大家带给我们的一种态度，一种少年青春的气息。但是各位老师，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啊，这只是今天的呈现，在这背后啊，我们才旦多杰队长其实对几位队员很苛刻，而且很挑剔，还有一些不满意，是不是啊，才旦队长？是。虽然今天这个结果还不错啊，大家都很高兴，才旦队长也说一说吧，这个憋在肚子里该憋坏了啊。就是我们平时一块排练，然后一块练歌或者说练舞蹈的时候，可能因为里边有些队员可能他从来没有体验过在舞台上的排练呀，然后经过这些他可能是第一次体验，所以说我们的那个进度稍微有点不统一，所以在排练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需要磨合的时间，但是他们学的还是对他们来说已经有很大很大的进步，所以我们我觉得到今天的这个给大家的呈现，我觉得我对他们还是非常满意的，他们表现的还是。高一磊有话说。我觉得队长太客气了，有点客气了。其实是这两个就是最调皮的嘛，然后这个比较闷，然后我是经常找不到人的，然后其实我因为队长之前选了我是坐队长旁边嘛，然后就有那种强烈的感觉，我感觉队长本来挺成熟挺稳重的一个人，快就一个正常人快被我们逼疯了那种感觉。易磊他在现场发过火吗？他没有发火，但是他会就是做事情的时候就是很严肃很严肃的啊。 对那今天队长其实有这样的一个结果，队长还是蛮欣慰的啊。对、嗯、对他们来说已经非常，我觉得已经真的值得鼓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对我们所有人的这个结合。对，你看伽马斯德一直笑，对，然后翁修一直鼓掌，我觉得他们两个配合得非常好。好嘞，谢谢同手同脚的伽马斯德，也谢谢一直鼓掌的一修文修，谢谢各位老师们，刚才话说的都很漂亮，但是打开天窗要说亮话，用你们的实际行动来为他们点赞，来为他们助力吧。三二一，请选择，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盏灯。祝贺我们的才旦多杰队获得了100分的助力值。接下来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场的藏风美少年助力团，他们的表现有没有打动你们呢？请决定。校友校友
别光比啊，哎呀，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再给你们几秒钟。第四个啊，五、四、三、二，好，通道关闭。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截止到现在呢，各位，我们的八支战队的全部公演已经全部结束了。那么，值此到这里呢，我们回顾一下。现在花丹战队是197的助力值，财旺萝卜战队是189的助力值，而刚才沙棘道州战队的表现也是非常棒，而我们的财旦多杰战队呢也赢得了这么多的助力和点赞，到底沙棘道州队还是财旦多杰队还是其他的战队能够冲进 A 区呢？让我们后场区再见。非常满意今天的表现，一开始就跳错了，但是还是很满意，跳错了一点点，跳这一段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然后说是困难吧，就努力的去做，听队长的。我自己在表演的时候我不太能注意到，但是在他们就是第一部分不是没有我吗，我是有去很认真看表演，我觉得挺棒的，挺满意的。我们本来已经做好决赛的准备了，真的，我们上台的时候我们都说好了的，这个是我们最后一次表演，然后不用管那么多，记不记住动作无所谓，玩开心就好。我对于今天表演就是最大最满意的就是哥哥，因为我感觉他的自信心就是增加了很多很多很多，不像在之前像第一次出舞台那样，就是出了一点错，就是自己很卑微，然后又很委屈，就哭嘛。然后这次我看见他的表演，真的表现那么好，然后真的出乎我的意外。这个不能这样去要求他们，他们是有些是没有接触过那个舞台嘛，所以说对他们来说，他们一直在突破自己，对他们来说还是有很多的收获，或者说在突破自己的成绩。品高原质宝牦牛奶，畅享藏风美少年。本节目由高原质宝牦牛乳业独家冠名播出。传承千年的尊贵，天赐牦牛奶，高原质宝。品高原质宝牦牛奶，畅享藏风美少年。本节目由高原质宝牦牛乳业独家冠名播出。第二轮主题竞演《少年之力》公演结束完毕，我知道大家在背后已经付出了很多的辛苦，先用掌声给自己鼓励一下，好不好？是的，谢谢。现在看一下，我们正坐在 A 区，暂时坐在 A 区的三支队伍啊，首先是花丹队、财旺萝卜队。以及达桑加措队，接下来呢还有两支战队的成绩没有宣布，他们分别是财旦多杰队和沙棘道州队，请起立。首先，我们来揭晓沙棘道州战队，导师给出的助力值100，藏风少年助力值。86，最终沙棘道州战队助力值186，非常高的一个分数了。我们现在看到最紧张的应该是财旦多杰队，财旦多杰队在舞台之上得到了太多的赞许与认可，而沙棘道州队的助力值也真的很高。现在我们期待财旦多杰队最终的助力值成绩，导师助力值100，满分。藏风少年助力值94，最终财旦多杰队助力值194。所以各位，现在最终的排名已经出来了。
才旦多结队，在获得194分助力值之后，从待定区成功逆袭进入 A 区。根据本场规则，接下来 A 区的3支队伍保留，排名靠后的5支队伍将解散，并重新选出新的5名队长。当时知道自己是第四的时候啊，就觉得可能要队伍要就散掉，然后就很自责，因为我是队长嘛，再怎么说还是有不可推卸的这个责任，就觉得有点对不起他们，然后心里也比较内疚。对，登顶 A 区才旦多杰队长，此时的心情如何？更多的还是感谢，然后感谢各位对我们的鼓励和认可，我们还是抱着学习的态度继续努力。对，然后谢谢大家。来，达桑加措队长有什么想说？今天在舞台上已经把我们想表达的所表达的已经做到最好，我们没有什么遗憾，我们也不去关心什么分数，然后当然也要恭喜新的其他的战队。对对，没想过我们队伍会被解散，但是这个分数其实在我的预期里面算是低的。我想说就是通过这么一次特别难得的机会，我们五个就是五个人聚到一起，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难得的机会，也是一种缘分。那我觉得不管结果如何，我觉得这个过程特别重要，跟你们相处我觉得特别开心，然后就是我在这儿感谢他们，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左扎，因为我对你期待非常大，你不在这个战队里面，我可能为了鼓励他们去亮灯，五支待定的战队为了寻找更多的可能性，为了发挥大家更大的潜力，我们要把大家全部解散、打散、重组，会组合成全新的、更加有意思的战队，继续前进。25名选手，每人最多可使用3个投票名额，选出自己心目中理想的队长人选。不投的时候嘛，我还是投给那个沙棘刀做队长。我也不想自己当队长，然后没给自己投。最终获得队长席位的5位选手为。索扎、黎智坚措、达桑加措、沙棘道州以及顿珠。我太想进达桑加措组了，我真的很想找出来是谁给我投的票，我当时就是五雷轰顶欲哭无泪。其实可能不是一个好队长，我觉得因为我一当队长真正的那个责任在身上的时候会想特别多。5名新队长确定之后，由其余20名少年选择心仪的队长，并组成5支新队伍。现在，大家那头的5位队长的身后都站有支持他们的少年。现在的情况是，2支战队人数不足，2支战队人数超额，1支战队5人自然成团。接下来宣布自然成团的战队是黎智坚措队，祝贺。黎智坚措队率先成团后，队员人数超额的索扎队和沙棘道州队将由队长进行反选。请出列，第一位老队员出列，还有没有？第二位，然后第三位，然后老队员。我们4个队员都怎么说呢，都全部站在沙棘道州队长后面，但是沙棘道州队长也是义无反顾的也选择了我们，也挺相信我们的。这次我再选他们，他们又选我，我们再拼一把。
我刚开始想的时候是心里只有一个选择，不二选择就是杀鸡刀，对不对？我自己也能够理解，我觉得就算他选择了我，我自己内心也会觉得愧疚，他自己内心肯定也不好受。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刚开始我们第一轮比赛的时候，我们选人的时候，我和洛桑丹增我们有个约定，你们要相互选择彼此。对，但是那次呢他被别人选走了。嗯，那这次他站在我后面，我一定要选他。一位洛桑丹增，来，丹增。丹增。两位永丁。永丁。三位，还有最后一位啊，两位老兄弟。现在我想说的是，不管我选择谁啊，这个是没有办法，但是我想说啊，我们的情谊还在，这个毕竟是我们就是节目的规则嘛，没有办法。那我希望就是你去到别人的队，我也希望你越来越好，就这样吧。好，所以最后的选择是洛桑顿珠吧。洛桑顿珠。对，再来再来，真的实在抱歉。我当时虽然说知道了吧，但是最后选的那一下我还是有点难受。宋恩宇在我们队算是最年龄最小的，是我们的小弟弟。这次的这个结果就希望没有影响到他，我相信以后的路会更好，想告诉他一定要加油。现在呢，我们的场上两位队长人数不足，而另外的没有被选中的少年，大家也已经看到了，现在一共有三位。那么现在，请三位再次认真的选择一下，看一下前面两位队长。三、二、一，开始。看有没有默契，有没有默契？好，非常有默契，自然成团。至此，全新的八支队伍集结完毕。经过了今天的比拼，经过了刚才的内投与选择，全新的八支战队已经集结完毕。你的左右边就是接下来跟你继续前进的少年的队友，掌声送给你们自己吧。好的，各位少年，我们说过每一期的公演都会有一个特别的主题，下一次公演的主题是传承之美。说到了传承呢，我们有传承我们的文化，传承我们的民俗，传承我们的情怀。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八支战队跟着我们的主题一起来选择我们的曲目，让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好，一起来看歌单。我们组的选择是提早 flow， 仙子，阿肉康巴。我们选择山歌原创。A 区的三支队伍已经选取完毕，现在我们重新组合而成的五支队伍，你们的选取顺序则根据刚才内投时候各位队长得票的分数来进行选择排序。是的，所以首先选择的是索扎。我选择我自己的歌曲《阿拉拉姆》。我选这首歌曲的原因是，它是跟藏戏要结合嘛。那我这次选进来的新队员洛桑丹增，他是藏戏的传承人，而且我看到自己的作品，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太巧合了，我就觉得应该去选。黎智坚错。九歌原创。九歌原创。九歌原创。哇，接下来选择权落到了达桑嘉措。我们选打墙歌。劳作歌曲打墙歌。
喜欢我们甘南的马戏姑娘。炖猪，那你们这一组的话就是堆鞋了。别忘记了，我们本一场公演还有一个福利，对吗？那就是进入 A 区的最高助力值的队长可以宣传和推广自己的家乡。华丹，你有一个机会可以宣传安利自己的家乡，你可以把这个机会给你其他的队员。我给他。给谁？嘟嘟。好。为什么？因为他是在他们那边就是宣传部的。哦，在宣传部的啊，觉得他一定会最会宣传，对吗？对。通过这一场的表现，我们的三位导师将会从每一位队长当中去选出一个最具藏风力的队长，那么这个人也会在我们的此时此刻来为大家揭晓。藏风力队长在主舞台表演结束后，将由三位导师从团队整体表现力、进步能力、凝聚力等方面综合考虑后，从 A 区三支队伍的队长中选择一位队长作为藏风力队长的殊荣获得者。这位队长和他的队伍也将获得下一场公演选择任意出场表演顺序的权利。获得藏风力队长的是，他是才旦多杰，祝贺你！祝贺才旦多杰。一是感谢，二是我会努力，不让大家失望。好样的！今天我听到最后一个对他们讲到才旦多杰对他们的帮助和对他们严格的要求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队长有应该有的责任心和能力。才旦多杰啊，因为他很具备少年的这个潜质，然后他又是一个能力很强的啊，专业能力很强的一个这样的少年，所以我对他充满了期待。我们本场的藏风力队长可以选择下一场公演的出场表演的顺序，所以才旦队长。我选择第三。好了，各位少年，至此呢，我们全新的战队已经集结完毕，又是全新的歌曲、全新的规定动作、全新的主题，期待大家在下一场能有精彩的表现，好吗？好。让我们再次喊出我们的口号：以少年之名为家乡歌唱。下期见。